心慌，心慌，我看看。你这个心率监测仪啊，一点反应都没有，所以就……数据是会骗人的，他不会。 能这么健康就好了。我会加油的。我不是天降救星好吗？我是缺席多年而归位。从现在到未来，我会一直站岗，一直护好，一直陪着你。放开！在你眼里，我就那么比不上心奇吗？ 我到底哪儿不好？你放开！心奇，可以我不可以？我要怎么才能让我得到你？你快告诉我，说，说！谢谢圈圈，还没画好呢，让我画。谢谢圈圈妈咪。吃不吃水果？吃药了。心奇家属是吗？对，是我。 这个是今晚的药，白色的现在就可以吃了，黄色的要等白色的吃了1个小时以后才能吃，记住了吗？记住了。好，谢谢啊。不客气。谢谢啊。吃药。哎呀，要是能多病几天多好啊，有家属的感觉真棒。你一星期内要是好不了，我们就不陪你了。 这个呢？哦，对，还有这个，给你的。你做的？为我做的？虽然是为你做的，但是是你儿子要求的，我只是负责执行而已。不愧是我亲儿子，哎呦，还是爱心的呀。 怎么了？又做咸了是吧？不行，有点甜。